小姐，您的画可是还没画完呢。那我不收您的钱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好，我叫陶宇，是一名街头画家。你好，你的笑容可真美。谢谢你的赞美。我可不可以给你画一幅画？ 当你的身影出现在我眼里的时候，我的眼神再也无法离开你。我控制不住不去看你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画你。你好有趣哦，说话都文绉绉的，好有诗意。哦，我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，我只是想把美好的东西留下。 这样就可以永远地保留住它。哦，我画完之后，一定会把它送给你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有多甜美，甜美的让人心醉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能说不好吗？真的。嗯，谢谢，请吧。 只要是你最舒服的姿势就 OK 了。哦，啊。漂亮吗？漂亮。美不美？它当然美了。刘涛柱，我想看这里，你看哪里了？哦。 你说这个画，很美啊！哎，你本人好看呐。不是，我是说他这个画家这个笔触，这个画的相当的传神，把甜美的这个笑容啊，全部表现得一览无遗啊。是啊，画真好，可是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。很奇怪？哪里奇怪？是长相很奇怪，还是思想很奇怪，还是动作很奇怪？他是个……少爷，嘿，你看一下这个画家画的漂不漂亮？刘德柱。 没关系，这画谁画的？一个街头画家画的。街头画家？是他自己主动找上我的。他说他想画我，他对我说：“你甜美的笑容可以融化人心。”我还以为我一度到莎士比亚的年代去了。你这样就让他画了？嗯。你有那么好骗吗？只跟你说几句好听的话，你就相信了？哎，不是这样子的啦。以防万一他是坏人，要骗你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 你只认识他几个小时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哪一种人？我觉得你不只是迷糊，你很天真哎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是好心的提醒你，如果他真的骗你，你想阿公、阿爸、哥哥都没有用啊。进来，进来。少爷，你怎么会这样讲话？ 那女人要哄的嘛，这不会哄女人，男人啊，注定要出局的。我只是担心她嘛。我知道你担心她，
可他却需要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，他再得不到你的回应呢、啊，我看他要重演离家出走的戏码了。少爷，你不要那么酷行不行？要有所表现嘛！你真的好笨啊，感情在外面你是零分啊，只有零分。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没事，你三个月都没交出来，你再不交的话，你马上给我走，陶爷，真是。你很有天分嘛，没来几次就可以冲泡出咖啡特有的风味来哦。可是你刚才的表情可不是这个意思哎，你真的把我给吓死了。你知道吗，自从小学毕业以后我都没试过这么紧张了。紧张啊，代表你重视这件事情，我很开心。谢谢老师。你哪天来我这里不嫌腻啊？待在家里，我的心情没有办法平静下来。可是这里的咖啡香呢，却能够稳定我的情绪。而且我心里面早已下了一个决定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泡出一杯一等一的咖啡，让你一恨难忘。你想要改行吗？没有啦，我只不过希望挑战。你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？我所说的对你有帮助吗？也不能说没有，我已经遵照你告诉我的去调查，可是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。而且你告诉我的有关人士，有的不是已经移民，就已经过世，很难继续查下去。人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？生老病死，认识的、熟悉的，很快的一个接着一个都消失了。那你认为他还活着吗？那是你的工作，我很难妄下断语。如果查到最后，是最不幸的消息。我的那一位雇主，他一定会很伤心。刘特助，一起吃吧。哦，我还有一道菜还没先吃。哦，你们小。
我慢慢吃啊。谁要和他小两口？小心一点，不要那么容易相信陌生人。不过，以你的智商，要你不相信陌生人，也应该很难吧？是啦，我是智商低啦。你就继续损我好啦，看你要损到什么时候，随便你都可以。不过啊，我也要告诉你哦，跟你吃饭啊，真的好无趣哦，不吃了。我说的是实话嘛。对，你说的是实话，曾小姐说的也是实话。真的好无趣，我都饿了，你记得帮我吃。曾是有错吗？气人哎！我还以为你是要跟我道歉的。你连钱交出来你就给我走啊你！哎，我自己来嘛。喂，你不要这样嘛，我自己会拿的嘛。喂，阿姨，快点，阿姨走。这个不要扔了，阿姨。哇！是你。我是一个穷困的画家，不，确切地说，我是一个流落街头的贫穷的画家。穷不可怕，怕的是没有希望。在你眼里，我看到就是这个样子。昨天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还是我们以前见过面啊？那些话哦，你说的是屋子里挂在墙上的那些话。嗯，那不是你，不是我，是我女朋友。你相不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，一定会有一个和你长得特别像的人。当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他。虽然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宁愿相信，他回到了我的身边。那你女朋友呢？她死了。我们是大学同学，我一直不被看好，但是她却认为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。真不知道她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。她身体不好，还愿意一直这样跟着我。我应该对她更好一点，要不然她就不会。她。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让他相信的人呢？如果他知道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相信那才是令他最难过的事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有住的地方吗？我现在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露宿街头的画家。来，前面这边转个弯，再往前走就到了，很漂亮吧？到了，
方便吗？柳先生人很好，他很好客的。走吧。嗯。柳先生，陶宇。你好。你好，请坐。哎。陶先生目前是做……哦，我是在街头画家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欢迎光临。嘿，你好你好啊。哎，你好，初次见面啊。哎，谢谢。不用太拘谨，放轻松就好了。我们家少爷最好客的。哎，这个房子那么大，就我们三个人住挺无聊的，有时候要想打个牌都不行。哎，后面都健身房，哦，还有游泳池。你上去吧。哎，真的。过来一下。哦，失陪一下。哎，第一次来啊，放轻松，来喝茶喝茶。你的意思是要我收留他？哦，他被房东赶出来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啊！干嘛啦？去。真乃，我知道你很喜欢帮助别人。之前是方轩，现在是陶宇。别人有难见死不救，这样很残忍哎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残酷的，你能帮他一次，你总不能帮他一辈子吧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不能让他住这边喽？没错。那为什么方勋就可以，陶宇就不行？因为，陶宇是男的，男的就要有担当。哦，想不到你有性别歧视。真爱，有时候真的很佩服你，不管是什么人什么身份，你都可以很快跟他打成一片。小迷糊，有时候对人要有点防备。我想我对你才应该有防备啊。哎哎，他们讲话嗓门就这么大，你不要介意了。啊，不会啊，不过他们吵架也是因为我而引起的。不不不，他们没有吵架，他们平常讲话就这么大声。这房子大，讲话就要大声嘛，要不然听不到。而且大声代表精神好，身体好，热情好客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会很大声吗？我有发脾气吗？没有嘛。后面这山坡多好，多好看，打高尔夫球多舒服。之前才告诉你，在外面要注意，现在好了，人都带回来了。你这种个性，真的没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。你每次对我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，你那种无情又冷漠的个性，真的很让人受不了。你这种迷糊跟天真的个性，我才受不了。你受不了就不要受啊，我没有意愿接受我。哼。是你的，我不应该跟你大小声，你有权利决定你要怎么做。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反对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跟他说。有两下子，我给你98分啊，这差这2分就因为这个主角不是我。陶宇呢？啊，走了。走了？那他的心
他说他不好意思打扰我们了，他说他等他安顿好之后再回来拿行李。他说他很抱歉啊，这个不告而别，不过他留了一个纪念品给你们，一幅画，画得真好，你看一下，还有一封信，我信我没看啊。那我先去忙了啊，哎，不错不错。爱要及时，珍惜所拥有的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想挽回，那时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像我去世的女朋友，我好想念她，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彼此，才不会让将来后悔或是有遗憾。怎么了？陶宇走了。